哪儿也别去，我会一直盯着你的。在门外吗？谁？你有手机吗？我听到尖叫声，我就过来了。你需要我找人帮忙吗？还有谁在这儿吗？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那等我一出去，你把门锁上。好吧，我会待在这儿。晚上好。我已经报警了。是吗？下来了。
后在一起不是挺好的吗？如果我要走呢？除了待在这儿，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如果我先杀了你呢？在杀我之前，你会先倒下。